欢迎各位会员，欢迎各位粉丝们，今天收看哦，我们这个节目很久没有录这个节目了。那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位在我们政堂政坛上哦非常重量级的一位。然后我在这个一个月前我就宣布了，一个月前我就宣布他要来。然后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媒体主持人，也是一位广播主持人，然后也是一位。 正谈常青树，然后首先我们请赵大哥来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介绍自己。好，馆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少康哈 <coughs>。那呃，刚刚馆长讲了，我在媒体工作很久了哈。之前我曾曾经在政治圈工作，选过两次台北市议员，三次立法委员，一次台北市长啊。呃，我是工程师出身啊。那我当过中华民国的机械工程协会理事长。 呃，大家如果厌烦了过去二十四年被学法律的人所这个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台湾工程师治国是台湾唯一的出路，我是赵浩康。Yeah. 好，那我们赵浩康大哥呢？今天我们很讶异，因为阿管平常时候哦，因为我很喜欢骂国民党，那赵大哥为什么会想要找阿管来 <laughs> 來,来阿管的节目？<laughs> 我也会骂国民党，国民党哦，国民党、民进党不管嘛，反正我是觉得，对不对？就是说好的我们都肯定，不好都骂嘛。是是，尤其我做媒体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是是是。哦，所以而且馆长，我觉得你节目很有趣啊。是是是，我觉得觉得很多人说你怎么敢上馆长节目？为什么不怎么不敢上？总统都敢选了，不敢上节目，对不对？将来要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都不怕了，怎么上个节目有什么好怕呢？ 是不是？是是是。好，那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重点培育精英青年、嗯、<沒>政治人才，这是什么回事？不是啦不是啦，是是,是，不是。你看我那时候要考中山奖学金，我都没考上嘛。马英九都考上了、啊，是我跟他同时考，他考上我没考上，我怎么会是重点栽培的？所以他没栽培过你。没有，我是靠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的，都靠自己。我选四议员也是自己去报名的。 不是他们找我的，所以我想在这边问一下赵大哥，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你不是正二代。我爸爸是中华民国陆军中校退役，是是是，后来去考中学教员，当乌日国中的老师。哦，我妈妈是乌日国中国小的老师，所以我你我们到台湾来的时候只剩下什么，你知道吗？是一个脸盆，一个脸盆。我那时候在妈妈肚子里了，还没生了。是,是。为什么？因为船从大陆到台湾遇到台风，全部丢光。 然后脸盆是舀水的，所以我们到台湾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你不是所谓的什么精英正二代之类的，<laughs> 也不是的哈。是。好，那为什么你会转换从事政治？<laughs> 我在我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就竞选过碧联会主席了。是。那后来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公司服务。 那我下面管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哦，这个除了亚洲，除了日本，都是我管。那一年大概有四五个月在这地方跑嘛？哦，你可能韩国的大钢厂、炼钢厂，呀，<Yeah. S 2> 对不对？POSCO 哦，韩国的什么现代汽车，菲律宾的大糖厂，哦，然后呢，这个碧瑶的金矿，哦，阿特拉的铜矿，泰国的制糖厂。 印尼的 c r a c k t o u e c r a c k o s t e e l 这些大的工业，但没有人比我，就这这样一直跑啊、哦，做工程师嘛，保养等等，待遇很好了。但是总觉得说，年轻人想为台湾做一点事啊，是你总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嘛，是哦，你光是哦薪水不错，然后一年一半时间都在为这些其他国家来服务嘛，是哦也那也只是一个念头了，<是>哦刚好有一年我从菲律宾回来，诶、欸，国民党在办台北市议员的。 这个登记，人命运有时候很难讲，不是你规划什么就就做什么哈。我原来没有想过的，怎么想选选什么市议员呢？对不对？哎，就去登记一下，然后就开始演讲。那时候刚好有演讲，有初选。我六月五月回国，六月登记，八月这个演讲啊，等等等等，就提名了。哦，我想他们也想拿我做一个实验，就是像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背景，到底能不能选？ 以我第一次选台北市议员，我是全台北市五十几个议员国民党低高票，陈水扁是党外低高票。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而且同一个选区，松山、内湖、南港。所以你看，陈水扁认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他还因为我们几乎朝夕都在一起哦、喔。他他站起来要讲什么，他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我站起来我要讲什么，我还没开口，他大概也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国民党内有一股叫做赵少康旋风，你认为？ 那个也倒也没有了，但是后来因为呃，去我环保署长辞辞职，是，然后去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选立法委员，是，因为那时候一举拿了二十不多四万票，可以当选八个立委，可以当选八个立委，因為,因为我票拿太高，所以三万票都当选，是，所以他们那时候说有一个赵少康旋风，不，那也是因为选民支持嘛，因为我在环保署里面，你看整治淡水河啦，这个废弃物回收啦，盖焚化炉啦。 保特瓶的回收啦，等等哈、喔，还有很多环环保法令啊，等等，哦，所以我觉得选民看到了哈、喔，说我们是真的为台湾做事，是真的爱台湾，爱台湾不想用共诶，爱台湾，爱台湾的环境，爱台湾的这个这个环境不受破坏，爱台湾的土地，爱台湾的河川，才是真的爱台湾嘛。那你可以列举说，你你你当了市议员嘛，嗯，你也当过立委嘛，嗯,嗯，那你在这几年间，你实际上为台湾做了什么？哦，做很多哦、喔。 你该列举几个啊？罄竹难书了，比如台北市是哦，以前你知道有一条叫做仙山南北路嘛，啊、uh huh. 哦，就是建国南北路高架，啊，以前中间是没有分隔岛的，嗯、uh，huh. 哦，我就说天天出车祸，车子就撞过来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中间装个分隔呢？啊、uh huh. 哦，不行，不能够承受重量。喷笑哎，我自己学过机械工程，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不行呢？你可以用轻一点的装置嘛，不行。 不行，砍你预算，冻结，后来就行了。<好>我现在每次开车经过新生南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命。是是是以前台北市的晚到了晚上一片黑漆漆。我在麦帅公路，我说内湖嘛，每次到松山，经常在麦帅公路看到车子出车祸，我就问当时的警察局长，后来当了警政署长严世喜。我说严局长，当时是警察局管这个。我说我只是一个民意代表啊，当我看到因为。 晚上太暗，那个没有反光标志，出车祸我都觉得我有责任。<的>我说你作为主管警察局长，你都无动于衷吗？我想他有受到感动。后来台北才开始那个夜间有什么反光标志等等。那时候翡翠水库文化大学跟实践家中要去设分校，开玩笑，水源圣地呢？印度安人认为水库是水源圣地，是要保护大台北地区的几百万人饮水的安全，怎么可以去设分校呢？你设分校要不要有宿舍啊？ 要不要吃饭呢、啊？要不要洗澡啊？那水源不是被污染吗？你不准老百姓那边开发，你这两个实践跟跟这个文化可以去吗？哎，实践的老板谢东闵啊，副总统啊；文化的老板张启云啊，党国大佬啊。我我跟自来水水处的处长说，你就遇上我背个，你告诉市长，叫他到院会跟当时院长是孙运璇，跟他讲说，我坚决反对。后来终于这两个学校打消不设分校了。 像这些都是，所以你很做，但是议员你是说你做了很多都没有人知道，<這 S 1> 呃、很多人知道了，所以我才会票越来越多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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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这是议员，是,是,是立委更不用讲了两<是>岸大陆为什么开放探亲？我第一次咨询就咨询行政院长，我说老兵回不去哈，这是两岸的悲剧。十八岁、七岁给你抓来当兵，到了老了都回不去，没有道理嘛。垂垂老矣，这是时代的悲剧，为什么由他们单独来承担呢？应该至少开放他们回去探亲嘛。 哦，后来开放了，哦，暂时授田证，哦，我说你这不是骗人吗？你是反攻什么大陆呢？是反攻大陆才发田，怎么可能嘛？<是>折成现金给嘛？哦，那个时候党团书记你要造反了？我说造反就造反是怎样啊？是是是。是是哦，后来也给了嘛，也<是>也发了现金了嘛。淡水河的整治，因为淡水河多脏啊！苏志上现在吹牛说，哦，我当他把管丢区圈淡水，河。我北贡，我当立委的时候。 坚持要用中余的结余款来来整整建淡水河。当时赵耀东答应拿第一笔钱出来，才有今天淡水河边两边这样的干净、uh。Huh. 哦，陆委会、海基会都是我立法的、uh。Huh. 哦，廉政公署那个那个贪污贪污的这个就抓贪污的，廉政公署那个是叫做廉政处调查局，也是我催生的是。是哦，所以做的事太多了。这个我是觉得说了，选民跟你这个机会。 你就要好好把握了是，是哦、喔，当然要要，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在想说，当时应该再多做一点，当时其实应该再多做一点，这样<是>、啊。那那那你曾经是一个国民党员，曾经以前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后来被视为 o 棍，我最近为了北棍被判十万，o 棍，然后然后然后成立一个新党，<laughs> 那你你我们我们再们告一段落了，我们这时间点嘛，<是>那你那时候的你。 因为国民党是烂到骨子里了嘛，还是怎么样？你才出来干新党？那个时候，李登辉是党主席嘛，所以你是不爽李登辉。我我没有不爽他个人，他个人觉得对我不错，是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对不对？<是>国民党怎么把黑金、白金搞来的？国民党什么时候被他讲黑金？哦、就那个时候嘛。是是是，把很多地方派系啊，什么都搞搞到立法院嘛。哦，哦然后呃，也纵容纵容很多财团去破坏台湾的环境嘛。 开高尔夫球场了啊，破坏水源啊，等等嘛，嗯哼嗯哼哦，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不对啦，嗯哼嗯哦，就说不可以这样子的。我甚至在总统府，他叫我去报告，我允我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圣经有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益处呢？我说我把它改一下，总统，台湾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环境，又有什么益处呢？很生气。 但是有没有道理？有啊，你不能为了经济把台湾环境都破坏掉嘛？哦，所以那个时候我抓抓那个污染工厂，整治空气、整治整治核酸是很很严格的哈、哦。那也就是说，当你一个总统，你纵容黑金，甚至呢，你甚至来挑拨省级，哦，来来增加你的这个控制，我我不喜欢。所以所以说，由赵大哥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在。 那个时候大概是民国几年？那个时候大概民国八十八十年八。年所以那时候是很糟糕的一个年代。对，我觉得就是说黑金会上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是是是是是，嗯、所以国民党那时候你看不下去才创立新党。<是>那我们再快速的锐一下，那为什么到后面到最近怎么怎么知道去年嘛？国民党把你请回来嘛？也没有也没有也沒有,也没有请也没有请回来了。是是是，對對對那你为什么既然国民党？ 他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既然他那么烂，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国民党呢？你是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离开很久了啦。是哦，后来就去从事媒体嘛。从事媒体，我也也不是新党党员，也不是国民党，我是无党啦。是哦。那后来我是觉得，有时候一个环境哦、喔、越不好哦、喔，可能越需要你了。环境很好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你了。我离开新党的时候，我创立新党。我离开新党的时候。 我浮选了二十一个立委，四十六个国大代表。我离开新在的时候，新党党库里有三四千万的存款在那个时候。是是是。我就离开就离开了。哦，我做媒体了。我市长交给人家了。我交给人家。我市长选输了嘛？市长选输了，我觉得我要从事媒体工作了。是。我我已经选过两次市議员，三次立委，一次市长，我觉得够了。那最近我实在是看到民进党把台湾搞得。 这样搞下去不好，所以是认为民进党这样，所以你才回来国民党。是，就是我觉得民党继续干下去，对对，對台湾是不好。的。那国民党现在也是，你也知道，烽烟四起，自己打自己打，血流成河。那好像你也被打，你也打人家，可是你说你要回来是要干民进党啊？这一点我当然嘛，懒得干略略干，懒的再也啊。可是你回来。 他们，你们现在已经是自己把自己都打到住急诊室，那也不是回来要干民进党，是政党比较，大家比赛了哈，上上这咖我嘛，本来就是这样嘛，谁好谁做不好谁下台，谁最好谁谁上来，政党轮替本来就这意思嘛哈。那国民党当然有有有自己的问题了哈，是是是，国民党有自己的问题。那呃，你看最近桃园就搞得，就就就下一段，对对，就就就大家很今天很多问我说啊，陈安诺怎么不？ 好好的，怎么搞成这样子哈、喔？呃，没有问题，我就不用回来了。所以你是想要带着，你是想要去，我们这样讲好了啦。除了民进党，是因为你是想要改变国民党，不是这个意思吗？我,我希望啊。那你觉得怎么改变？你要怎么去改变？第一个，第一个，你一个政党，你为什么要组成一个政党嘛？是，哦，你政的要感动人民嘛？嗯哼，对，你的主张真的要为全民的全民的利益嘛？ 哦，你的主张要为台湾好嘛？你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台湾的利益来出发嘛？嗯哼。哦，那一个政党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哦，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老百姓就不会被你感动，老百姓就不会支持你了。嗯哼。哦，那这是一个第第二个，国民党不管怎样，他还有三十几个立委，是啦，十几个县县市长哎，影响力还是、啊、他还是最大的在野党嘛，是，对不对？所以。 你国民党还是要发挥战斗力，所以我什么说候要组组成战斗力？还是要有战斗力嘛？<鬥>是，你你在野党本来就要有战斗力嘛？是，你才能制衡执政党嘛？是、啊，民主就是民主要制衡在一个正常国家里面本來对民主就是要制衡嘛。<是>啊、我记得我跟陈水扁选那一次，陈水扁、谢长廷、林正杰什么都当选，民，当时党外的口号只有一个啊，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所以民进党那时人不多啊、喔。 五十几个议员，民进党只有八个。后来我到立法院，三百多个立委，两两百多个老的了，民进党也只有几个，但是力量很大。哎、欸，我人少没关系嘛，我能够发挥力量，我言论能够铿锵有力，言论能够掷地有声，我照样能够影响嘛。哦，所以国民党虽然民进党看起来哦资源很多，资源都是他哦执政，好像一副要要永远执政下去，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嗯、我觉得。嗯嗯 国民党要必须要振作起来，国民党要团结起来，国民党要发挥集体的力量。你还是有三十几个立委，还是有十十几个县市长，怎么不能够？怎么没有力量呢？怎么会没有力量呢？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做很有力的在野党啊！你在野党，你就是制衡民进党嘛。因为其实赵大哥，你算是一一一本活历史了，因为毕竟你经历过以前，也应该是说三代了吧。一个政治坛的，可以经过三代看到现在，而且你。 中间没有间断嘛？你做媒体人也是在做政治，媒体关心政治，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對 <是 S 1> <是 S 2> 政治议题嘛。所以也有很多，我看到很多政治人物都不间断的会去上你的节目。所以你也是非常了解，在这这么多年啊，从你年轻到现在七十岁，这么多年你都很了解整个政坛嘛。那我反问你，<是 S 2> 你,你说，我反问你，那民进党做的那么烂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可以整个过半？第一个。 国民党自己要检讨嘛，是对不对？我也常讲，今天还有很有人跟我讲说，哎，阿炳这种这个叫你叫你挪，叫你叫你拜，啊，国民党起来挪。国民党自己要检讨，是是是，就是表示我不相信老百姓看不出民进党做的不好了，怎么会看不懂的？你也看得懂啊，但是你国民党有没有表现比他好嘛？你有有没有觉得说，好，我今天把民进党搞下台哦，那我把这个。 民进党把民进党搞起来，我信不信你国民党上台嘛？国民党自己要检讨，的确是这样嘛是？是哦，所以你国民党，我就讲过，你提出来的主张，你出来的证件能不能感动人？哦，比如說年轻人哦，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是。那民进党扯了半天，蔡英文说要盖二十万户社会住宅，盖了几户？到现在盖几户？那问题是，你国民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好像也没有，没有看到了啊、哦<是>。但是是不是没有办法？ 当然有办法嘛！新加坡去了多少趟？为什么人家做得好，你做不出来？哦、你不做而已嘛。新加坡很厉害，<對><對>当然很厉害，百分之八十都政府盖的主屋嘛。很厉害，对不对？你很可能就是因为还是利益团体啊，对，阻挡你啊，所以你就这这也不敢，那也不敢，怎么会做不到呢？当然，你让我做做看能不能做到，怎么会做不到？对,對你有没有心来做很重要嘛？是。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就靠了几几个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跟着去革命呢，抛头颅洒热血呢，都是年轻人呢。是，怎么到今天说国民党说年轻人不喜欢？怎么搞到这个地步？是，怎么可能？对不对？你提出来政见，能不能？第一个，你有没有理想嘛？是。当你说我要把台湾建立成一个有正义的、一个公益的社会，对不对？然后呢，对年轻人本身来讲，让他买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让他的这个这个生活无忧无虑，他怎么会不支持你？美国那个 Sanders 那个参议员。 民主党的被着归毁啊！年轻人最喜欢他了，为什么？他的政见很简单嘛，公立大学全部免学费，学学生贷款全部打折，对年轻人来讲，解年轻人的痛苦，这最实际嘛。是。那你要知道年轻人要什么，是？怎么来解决他的问题？台湾的民众要什么？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你一个搞政治人就应该要懂。<是>你不单是，但是，但，但，但是，你也，你也参与过我们，我们从二零一八年韩韩流韩流起来。 然后，二零二零年总统选举，在这四年，我们现在二二年嘛，嗯，这四年内，很多的立委、很多的议员、很多的市长，甚至总统候选人都有来到我的节目，无论是任何党派，相信这些同样的这些人也有上过您的节目，但是他们嘴巴里面你也听了，他们讲了很多，看来我要怎么做啊？我要怎么做啊？年轻人，我要怎么做啊？我要怎么做啊？我一定要怎么做、啊？但是选完了。 好像也没有这么做啊，不管是蓝的还是绿的，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承诺都很要，就好像张大哥，你现在在我节目里面，你也承诺了，其实这你也在承诺，如果你干了总统，或是你当权了，你绝对会做嘛。但是怎么做，如何做？我觉得这样了、啊、哈，一个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嘛，对不对？”是，听他讲话不够，我要看。那一个人的记录很重要嘛，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讲，你去看我的记录嘛。 <對>我当了五年的台北市议员、嗯。哎、欸，赵、欸、哥，你要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哦、喔喔。现在上我节目一连一行哦，你要记得哦、喔。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二零一八年最轰动的新闻就是韩国瑜来我这边说他不选总统，然后他又选了。对，对了，我知道了哈。是，就是说，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有记录。是是是是,是，就是你看我五年市议员在台北市做了什么？是，是你看我年的立委在立法院做了什么？当时的民调我都是第一名，嗯、立委都是第一名。 哦，我跟陈水扁大概就是两个交换换去，換对不對,对？我当环保署长当了一年半，两将近两年。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情，我一个人做事可能比别人十年做的都多。哦，你能力很重要嘛，对不对？我做什么，不管在民营，你看我年轻，我跟你讲，我二十几岁我就是美国很大公司亚洲区总经理啊。是。哦，我先台湾做的很好，接着就整个亚洲交给我。不管在民间，在商业。 在政府、在民、在这个民意机构看记录嘛，这不是吹牛的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工程师训练的，实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哦、喔，不会好高骛远。该什么事用什么方法做，就就是这样。是。好，那我们看到，我们既然讲到陈水扁了，陈水扁你败给陈水扁的时候，会不会杜乱国民党爱事？<你說 S 2> 当年呢，一九九四年，选市长的时候是,是 <的 S 1> 三七六。 不会啦，人家说愿赌服输，你就愿选服输嘛、哦。是是是，我跟黄大州的票加起来还是赢陈水扁十几万票啦、哦。是，但是分散分散了，分散就没办法。所以那时候就学的一个教训，不能分散。是，选票是要集中，分散是不行的。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说，我没有彻底击垮黄大州嘛。是，我如果彻底击垮他，没有票我就赢了。但是没有啊，国民党那时候还是很大啊，对不对？还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李登辉是台独啊，不相信李登辉搞黑金呢、啊。 哦，很多人说我的票是眷村给我的，鬼打架了！我的票，这眷村票都给黄大洲的机户，他们都听国民党的嘛？黄复兴什么？国民党命令下来都听呐、啊！呀，<Yep. S 1>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没有关系嘛，选举嘛，你既然选举结果这样，就就接受这个结果嘛。那你一路看，你一路应该是说，从陈水扁的崛起，到他一路上来，到你跟他选市长，从市议员再市长。 到他干总统，然后到被关，到所谓的国际最近的国际记者会。今天，嗯，对今天的国际记者会，陈水扁嘛，哦，那，你这样，身为在他旁边看，你觉得这个人，这样从你跟他私交算不错嘛？那这样起来你有私交了，因为以前我们哈虽然在议会会针锋相对，在立法院，<是 S 2> 但是朋友还是朋友嘛，同事还是同事，<是 S 2> 我觉得也不比政治，也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了政治一个人一部分嘛，啊。 不需要为了现在政治搞到好像连连连连人都不要做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哈。那陈水扁他很认真很努力，他真的是本来很可惜啦。我真的觉得很可惜了啊。本来他可以说是那种三级评步变成总统是很励志的，是对很多年轻人是很鼓励的，对不对？哦，一路这样，市议员、立委哦，这个呃市长，然后总统哈，呃他。 我觉得可惜是他应该掌握这个好的机会，哦，掌握这个好机会，真的为台湾多做一点事情了，好好做了。但是后来发生这个发生事情，然后被关，哦，我是觉得还是很遗憾嘛，哦，那你也可以印证，就是人生哦，是跌宕起伏了，哦，在任何一個大起大,、哎、大起大落，在任何阶段其实都要很小心了。我其实是关心他的了，那个时候。 他在看守所不是在地上写字吗？什么样的吗？我就在苹果是吧，因为苹果有砖的，我写一篇。我说不应该让一个前总统这样，哦，你基本的尊严要给人家嘛，哈、哦。那而且应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医疗团队。我说应该让台大啦、荣总啦来照顾他这样。我早上文章登出来，中午马英九打电话给我，马英九是总统，哎，他说黄兄，他说因为他在桃园哈，台北荣总、台大比较。 比较远，长庚好不好？长长庚医生，我说长庚也很好啊，哦，所以后来就改成一个长长庚的团队嘛，等等。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政治上的针锋相对是一回事了，哈，你还是要人还是人嘛，哈，就是他应该有的尊重还是要给人家嘛，哦，大大概这样哈。那当然，他今天在国际记者会讲了二十一条，他的理由是说，马英九那个时候啊都可以这个说用大水库理论。 哦，支出比收入高就可以无罪？为什么我不行呢？哦，他就列了二十一条嘛。那中间有些蛮好笑的，比如说给马永成跟那个什么什么林德5五百万，哇，很大方呢。我还没有给我的助理一下给五百万呢。哦、<laughs> <laughs> 然后第一个啦，就是说那些钱是不是真的花出去，不知道了啊、哦？可以查一下嘛。哈、哦，他陈水扁既然提出来了，你要重视他的提出来的，可以查。第二点，那些钱是不是从他国际基会发出去的啦？ 哦，比如说在美国，这个卡西迪公关游说，也可能找企业界捐的、啊，不一定是你自己拿出来的钱呐、啊。外交的秘密预算，很可能外交部每年编列很多秘密预算呐、啊。哦，不知道，我没有说他假的，我是说都有几种可能嘛。那他既然提出来了，好好查一下嘛。那另外就是说，那你能够开一个记者会谈，为什么不能到法院去跟法官讲呢？叫法官查，说这个事情有没有查清楚，我是不是的确从我国务机要费出去的？ 哦，我相信了、啊。哈、哦，蔡英文当一个总统，我如果是蔡英文，或者你是蔡英文，一当总统，因为陈水扁一直说他被迫害嘛，被马英九迫害，政治迫害嘛。那如果我是马英九是国民党啊，那如果国民党迫害他，我当中统一定会把什么法官呐、啊、法司法院呐、啊、最高检察长啦、啊、检察长找来说，哎，这个案子到底陈水扁有没有冤枉？一定会找来嘛？你是蔡英文也会找来门框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那蔡英文为什么不特赦他呢？ 对不对？我不反对特色哦哦，像韩国总统有特色嘛，尼克森以前也被特色嘛。但是有三个条件，我很早就讲嘛：认罪、道歉、还钱嘛。认罪 <laughs> 说啊，拍谁我这个事一直還還哦，那道歉嘛，那钱还还出来嘛啊、哦？他他不是很多被扣押，我这个钱我就还给国家嘛。哦，那就特色也没什么不行啊。但他现在一直不认罪的，他说我没犯罪的，那就很麻烦。蔡英文也头痛，不知道怎么办呐、啊。 对不对？他们曾经想修改那个赦免法，民进党自己在立法院都没有过啊，它里面有不同意见呐、啊，所以他现在还是这个可能要不要拖，又又又又不要拖多久了哈、啊。不过他现在过得也还好嘛，主持广播节目，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哦,哦，所以也不可能把他抓回去关了嘛，就是这样子了嘛。好，那很多聊天室的人都在鼓吹哦，嗯、因为新党，你们新党有邱毅啊，谁谁谁呀、啊。 是不是？是否你认为新党或者说你自己个人的观点是比较偏中？人家说投共啊，人家说你亲共啊。第一个哈，国民党国民党现在在年轻人的眼里都是比较松中。第一个了哈，就是说我现在也不是新党的什么了呀，<是>我已经离开很久呀。Yep, 所以新党后来是有改变了。是是是,是<那>。是,是,是。那你可以讲一句，你看新党这样改变是不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们非常偏中啊，支持统一啊 <coughs> 这些论调，基本上哈。 就是说，新党每个政党每个党的做法嘛，哦，那我的个性一向是对我的朋友、对我过去的同志，我是不批评的，哦，大家自有公平嘛，哦，你现在去讲说、哦、不对，何必呢？哦，我觉得也不必嘛。那每个人走自己的、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啊、哦。那国民党，国民党，我觉得也不是轻松了啊。就是说，国民党呢，他是觉得，我认为国民党这国民党有些做法，我也不同意啊、哦。<是 S 2> 我跟告诉你，有什么地方不同意？ 国民党就是说，他第一个他认为说，两岸呢，我们赚大陆一年赚了四千万，啊，对不起，四千亿，四千亿美金。去年台湾赚大陆，对不起，讲错了，赚了大陆一千七百亿美金，台湾赚大陆一千七百亿美金，大陆赚美国四千亿美金，大陆赚美国的四千亿美金，你去看一下，前十大出口商七个是台商，我让台湾人我告你来呢，他妈都是台商赚去。 台湾赚大陆一千七百亿，这些人大陆设厂加工再卖到美国赚四千亿美金，十个有七个是台商，是哦。国民党就认为说台湾的经济跟大陆很密切嘛，那你你跟他何必翻脸呢？是国民党是这样想的哦，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哈、哦，只是说我认为，嗯、我认为是说，嗯、北京如果做什么事情不对的，你要讲啊，大家说不讲。 和飞机飞来飞去、啊，他就应该讲啊，哦，比如说老共的飞机飞过那个战机，你要讲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共三千个飞轮对团，你要讲啊，说你这个这个台湾人什么感受啊？你香港黎之英被关到现在，你国民党应该讲话、啊，你这个算什么呢？香港的民主人士都被 D Q 不能选举了，你国民党要出来讲话、啊，<是 S 2> 对不对？那台湾人看了说，你怎么对香港的？你将来会怎么对台湾？这是该讲的，我认为该讲的。 哦，我也认为是该讲，他们可能有各种顾虑吧。哦，我觉得他的顾虑可能认为说，哎呀，这关系何必搞坏呢？哦，等等哦，两岸关系搞不好。但是我觉得说，也许北京不想听，不喜欢听你这样讲，但他会尊敬你。就至少你你很多事情你要讲，哦，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国民党应该像一个真友了。哦，所以真友就是说，你做错事，我要告诉你做错事。 民进党，你做错事，我要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的能源政策是有问题的，你的防疫政策是有问题的。但是共产党，你这样做有问题，那样做也要讲。我哎，劳共有今天经济很棒，对不对？台湾有没有贡献？当然有啊。如果不是靠早期的台商，台商他们没有今天，他他怎么会做生意？对，他完全没有国际贸易的这个经验，对不对？台商去教他们怎么办工厂，因为共产党人民公社怎么会搞这个呢？怎么到？ 国外去这个卖东西，去去外销，台湾人很厉害啊，所以老共今今今天有金金有经济有今天，不能忘记台湾的贡献呢。真的是这样子。好，所以台湾也不要自我好像觉得我比他小很大。你有今天也是我的贡献呢，甚至我将来也要影响你呢，对不对？你的生活制度、政治制度，为为什么不能影响你呢？我台湾要有这种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嘛，不要说我好怕啊，也不需要这样吗？需要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台湾人普世价值啦，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制度现在你自己要做民调嘛？大哥，现在国民党制度剩多少？我最近没有，我看别的当然不高啦。是是但是但是那是民调啦，是是但是选举很多是候选人本身很重要啦。是是,是,是哦，你比如侯友谊在新北市还是很高啊，<是>啊对不对？卢旭远在台中市还是很高啊。是啊哦，那就是说。 你说民众党不错嘛？民调，那你下一下去选一下去看看，你候选人都没有，你选什么？你叫民众党推哪几个候选人出来？他也没几个候选人啊。是你不能只靠科批一个人哦，只靠这个几几个人哦，那个那个哦、啊，几个明星级的，还有几个不错啦，再比如啊几个哈、哦？这个赖赖委员呢哈？什么还不错了哈？但是你不能只靠这几个，你还是要兵强马壮，你一排出来候选人要够嘛？你还是不够。 哦，所以你再怎么样，国民党虽然整体看起来党的支持度低，但是他又还是十四个县市长啊，好像十九个议长啊，都是他三十几个立委啊，哦，所以个别候选人他的努力，他在地方的贡献还是蛮重要。所以说，我们再来问一题，就是大家很希望我问的，就是说最近在讨论乌俄战争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台湾的确。 赵大哥，我们就是跟国际国际上面没有任何的敌人嘛，就只有一个直接面对、整天恐吓我们的就是中共，而且他们的所有军备似乎也是针对我们而来，而且长年来、七十年来都是在恐吓我们嘛。那国民党内有一个黄复兴党部的一个叫吴思怀将军。首先，我们一个个拆开来讲你认为一个职业军人，我们国家养了他那么多年。 他就是为了反共、抗共而生的一个将军，然后在退伍之后跑到对岸去听训，这一点，您个人认为这妥当吗？这样的哈，一般来说了哈、喔，<是 S 2> 因为我我觉得说，我们退伍的军将军啊、喔，兵不只有打败的将军，没有打败的兵嘛，<是 S 2> 兵无所谓了，将军是不适合到大陆去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哦，因为你在台湾的训练，你的兵就是要，敌人就是。 共军嘛，是，那你跑去以后，你你的兵会很混肴哈。那那的敌人形向啊，这是一般哈、喔。但是我有去了解吴世怀的情况、喔、他他说了哈、喔，就是说他后来到上海那个什么四行仓库哦，他有把我们的国旗举起来，他說大家都不报道这一点，这样，哦，我说那你至要讲啊，要让大家知道说我的确在那边敢把国旗拿出来哦、喔。他说他他有他，我说。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至少你可以可以让大家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嘛，对不对？你如果赶到四行四行仓库，然后真的把国旗拿出来喊“中华民国”哦等等、嗯嗯，然后他回不来了 <laughs> 不，也也不一定呢。我觉得也不一定那个哈、喔。我觉得他跟我讲，他他有这样的这个行动了哦。那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看有没有嘛。哦，但是 in general 就是基本上，我是认为说。 退伍将军是不移到大陆去的是，是啊、哦，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这个，你你不要讲严重到敌我意识，至少你这个对立的意识总要有嘛。哦，好，我们来讲这个马英九执政八年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说他在弱化军备，然后小英上去现在在救军备，在购买武器，然后改变国军的这个生活体态，然后马英九上去就一直在削减，就是。 你也知道，我们以前当兵要当三年，后来当两年，后来一年十个月，后来一年八个月，逐渐现在减掉减退到四个月。哦，那最近乌俄战争热度起来了嘛？我想请问一下，假设呃，这一切当然嘛，我们未来不知道。假设有一天你当总统，你对我们的军备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你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建设？甚至是兵役？好了，第 <Okay. S 2> 一个来，第一个哈。 老共的军备发展不是只针对台湾了，是是是,是，哦、如果只针对台湾不需要那么多了，是是,是。他现在是经费是我们一年十七倍啊，是,是，他是我们经费的十七倍，我们大概是五四五千亿嘛，他十七倍，每年比你多十七倍，这是很可怕的，是。所以他除了对你，他还针对关岛啦，对什么，反正他他他不是只对针对台湾的哈。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疫情的降低是从陈水扁开始的，不是从马英九开始的，哦。 陈水扁开始，为什么他也不是都没有他的道理，也不是乱来的哈？你说陈水扁就随便降低一级，马英九降低一级，也不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现在少子化，最多的时候你知道台湾一年生四十几万小孩子，就马瓦贼在老板嗯哼，今年虎年可能还更少。嗯哼嗯哼，好吧，十六万只有八万男生了。嗯哼，八万男生了、啊。啊有些什么反正这只能通通给你抓去当兵好不好？要不要搞啊？所以他要募兵嘛。 募兵的意思本来说我给你好的待遇，所以募兵要干四年以上嘛，起码要做四年嘛，哈。那理论上讲，我募来的兵会给你要要求你要吃苦要训练嘛。理论上，实际有没有做到十六万五？现在有八千多个所以要退役不要干了，吃不了苦嘛，啊。那为什么陈里面马英九的时候可以这样把把这个采购采购美国武器并没有减少了？阿扁时候买很多，马英九也买很多，并没有减少。 哦，并不是蔡英文才开始买很多，其实买买武器我们是一直在买的哈。那因为那个时候看起来两岸好像还算和平嘛，没有像像现在好像一副看起来兵凶战危的样子。是是是是是，那个时候没有啊。那既然两岸是和平，对不对？又没有要打仗，那你维持那么多兵干嘛？对国家来讲，财政损失也很大，而且台湾人力越来越缺，工业界。 社会也需要人呐、啊，也需要也需要这些人赶快来来服务啊，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背景，那现在好像很紧张哦，觉得又不够了哦，老美又觉得说哦，你台湾这样是老美要求了哦，你这个什么四个月不够要搞成一年啊等等之类的。好，凭良心说了哈，样这点可能绿营的人不高兴啊，老共当然有责任了，你飞机撞天了，绿营没有责任吗？两个人这么紧张，你都通通你一点责任都没有，为什么人家以前不会这样？ 为什么你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嗯哼哼？嗯嗯都没责任。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意思是打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人家他没有打你，他现在没打你啊。是是是，他打你当然是他不对啊、嗯<哼>。就像俄罗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对不对、嗯？俄罗斯理亏嘛，因为他都觉得说，呵呵，你你塔朗被撞上，嗯对，所以你你名不正则言不顺，没你师出无名嘛、嗯<哼>。那今天老公我们也讲了，你没有事打我干嘛？你们是不可以打我，啊，除非。 只有一点说，如果我我也跟北京喊话，就说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什么不排除对台湾用我们五点，什么台湾内乱呐、啊，什么外国进来了、啊，什么一大堆。就一点，你台湾不台独不宣布独立，我就不会打你。嗯哼，不就这么简单，清清楚楚，就是这样。我如果是习近平，台湾不独立，我就不打，就很就简单啦、啊。你独立，他一定打嘛。 你是他，你也会打嘛？你你你你是你叫蔡英文当习近平，你台湾独立他也会打嘛？除了这一点以外，你是你不要打我，你师出无名，嗯，对不对？就我就跟他喊呐、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我不会宣布独立，是我就是维持现状嘛。我我我持现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但是你不要打我，对不对？我不同意，你也不能打我，你不能抢婚呐、啊！统一是我要心甘情，我现在。 觉得两岸制度差很多，我我现在不肯跟你统一嘛，你不不可以打我，只有独立，因为我要离开了。好，你你你你你出兵，我也要抵抗啊，我不是就让你就就让你打，对不对？但是最好是和平嘛，最好不要有战争，不是这样子吗？台湾真的喜欢战争吗？我才不信呢。现在一堆的年轻人是要抢去先当兵，怕当一年，说我先当四个月，对不对？你做民调，民调嘛说要当兵都是那个已经当过兵的。 他觉得老子干三年了，为什么你才干四个月？来来做来做，你叫那个现在要马上要当兵的，你看看他要不要去当。你也当过兵，你觉得部队那两年三年很好吗？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我，我我我讲我的立场了哦、喔，因为我们常年让人家，我觉得国家的弱化是我们自己本身弱化。我觉得国家的强盛是在于说我们的全民观念。那如果我们全民观念有一天是把当兵当成是一种。 荣耀，我们的训练方向是对的，然后我们不是去浪费时间的，然后把所有当兵的人当做是一个荣耀的话，而不是说去做假资料啦、割草出公差啦。哦、喔，我们说的是实际的战斗兵种。<你講 S 1> 那当然，现在也有改变嘛。那人民的所有的方向，连你们你可能连我讲也不好听一点，就是说，连你们这一辈，连讲究和平的这一辈。 大家都，大家都至少说，当然我们的底线在这里，但是我们所有人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你不要过这条底线，嗯，你过这条底线，我一定打死你，嗯，就算我打不赢，要打我也要打沒，没错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叫明显，所以还是问赵大哥，就是说，如果你当总统，嗯，你的底线在哪里？而且你的军备筹备在哪里？我我的底线就是说，和平最重要，是，你不要莫名其妙来打我，对不对？我也不会没事哦，去宣布我要独立了。 哦，故意故意去去刺激你。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打我，我就跟你拼命嘛。当然是这样嘛，一定要拼到最最后一兵一卒，那怎样，对不对？你要是你打我干什么？我就算我我死了，我要你付出代价嘛，一定是这样子嘛。今天在台湾，对台湾其实平常心说了，台湾还算不错了，真的是一个宝岛，真的是不错。是是,是。大家真的要爱爱惜了哈，不清洗战端。但是呢，你真的要打，我也不怕嘛。 呃，那基本上，然后你刚刚讲那个是很好了，问题是做不到嘛。你也当过兵，我也当过兵，嗯、对不对？你像你讲那么美美丽，什么训练都有用，<需>要不要做表面功分的。嗯、其实本来募兵不是不能做啊。募<是>、哦、兵的做法是说，我给你很好的待遇，对<是>，然后呢，给你尊重，像你讲的，大家尊重，有待遇就比较有地位嘛，社会就这样。嘛，然后给你很好的训练，甚至像美国一样，退伍军人<是>买房子也给你优惠。 你念大学给你优惠，哦，让让军人觉得说以色列军人虽然民间抢着要啊，哦，那这样的话他就有荣誉感嘛。那我们现在是说，好吧，募兵待遇也没有多高，对不对？比一般高了，那么给个三四万块，苦的要死，对不对？一一个兵，我给你六万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十万精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怎么不行呢？怎么会找不到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是，当然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所以你的未来就是说要把，其实简易来说就是提升军人福利，对，让要提升军人的素质，对不对？你的这二十万的募来的兵就是很优秀的，能打仗的。那一般的就是后备动员嘛，必要时在动员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来聊，大家最想听的就是国民党之争嘛。<laughs> 那这是从国民党的现在的年轻人，像刚刚我们前面也聊聊过，你一开头也讲了非常多，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普遍是不喜欢国民党的。那其实张张大哥你自己在做节目，你都非常了解是为什么？那甚至我们从一点来看，世代在交替，哦，那这个时时势在改变。我们从哪一点来看？从这一次的最精彩的，呃，这个严家的陨落。你看他们在在地势力这么大，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们都输了，哦，然后再回归到整个国民党上面的问题，再回再到这次，我们一段一段来讲。 那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子，国民党这么弱，弱到连那种地方派系都输，那你的感觉是？选举是这样了哈，候选人对了就赢一半了。是，所以你认为不是国民党的问题，是候选人的问题、哦？不，你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嘛，是，当然还是国民党嘛，是对不对？是，所以所以你的提名要是要好的候，要提提出适当的候选人，是，这非常重要哈。那国民党但本身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你国民党要提出一些。 能感动人的主张了，哦，那以台湾目前来讲，就是除了两岸和平是国民党主张，对不对？你对北京你要不亢不卑，我不需要，好，我很骄傲也不必，但也不需要我好像我弄家里涉海呢也不必，我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中国有中国的利益，台湾有台湾的利益，你要想清楚我们台湾的利益是什么，好，然后呢？ 你提出的主张、提出的政件需要感动人民。哦，台湾人民还是觉得这个政府就是整个社会还还是不公平的社会，还是有特权的社会。你要怎么改改善这一点？怎么让年轻人有希望？赖清德到成大去演讲，调查四十二趴的学生说我们要做躺平族。赖清德给他讲啊，看呢，台湾年轻人要他有希望啊，要他敢做梦啊。 那能做梦啊，而且梦能够实现啊，不是空梦啊不、呃，不是梦想是要，哎，不是梦，是能够实现、啊、实现的梦就是理想啊。是，对，你要我们这一代要建构这样的环境嘛？对，上一代人就建构这样环境给我们嘛。嗯、<哼>那我们不是应该建构这样环境给年轻人吗？嗯、<哼>你国民党如果有这样的胸襟壮志，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呢？为什么会不感动呢？那我们又讲到人嘛。 党是人的因素嘛？那这次由朱立伦当党主席，那纷争四起，那现在要准备二二年的嘛选举年，现在在提提名，我们就讲到今天的一个也是蛮大的事件，就是罗志祥先生现在在起笑哦、喔。那这个到底是谁的过错？可以酝酿到现在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打仗，打仗是说人家說家丑不要外扬嘛。我们看看，我我我我其实刚刚跟赵大哥在还没开节目之前，跟他讲说。 你看民进党这样子，虽然你们很堵拦他啦，可是人家在初选制度上面、什么上面，人家选出来、选出来，就也不会这样。那时候国民党每次都还没有出去打仗之前，你知道我们军队出去打仗是很强的，我们出去打仗手牵手、心连心都会打这个仗。那国民党好像就是先把自己打了重伤，打了他妈半残，打了断一只脚再出去作战，怎么会赢呢？那这个过错，这個、是幾件事情，罗、啊、志强的事情。 这我们先看今天屏东好了嘛？是哦，民进党三个人嘛？是周春敏，哦，钟嘉宾庄瑞雄初选他们也杀得很很激烈啊！是是,是哦，还是这什么什么什么间谍啊，什么匪谍都来了。哎，今天周春敏胜出了，民调胜出了，我看其他两个都恭喜他嘛？是是是哦，钟嘉兵最多只是说民调他认为有改进的地方是,是哦，也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嘛？结束了哦，我觉得国民党也要适应这样的。 竞争了，君子之争啊，就是说能协调当然最好。是，你比如说台南谢隆介、陈以信，陈以信也宣布我选了、啊，嗯、谢隆介是我要选了，要协调谢隆介嘛，很好啊，就能够协调当然很好嘛。但如果协调不成，你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没有别的方法嘛，只有初选嘛。至于初选要怎么选，技术问题可以讨论嘛。好，要比如要不要办证件会哦，然后呢要要民调几次。 民调里面党员占几趴，一般民众占几趴，要不要排绿啊？等等都可以讨论的、哦。那真的不行，那那只有只有靠民调啊。是，那卢修燕跟江启臣，那在四年以前也是啊，两个民调，江启臣只输零点几趴，江启臣同愿意嘛，就是那我就就愿赌服输，承认输嘛，很有风度嘛。所以国民党要有这样的胸襟跟风度，而且不要怕竞争 民进党是厮杀了，没关系。他一旦决定以后，大家就支持嘛。对，哦，那国民党是不习惯这种这种，所以他就说我们都用协调了初选会破坏感情，初选为什么会破坏感情？美国总统，总共和党、民主党一开始的时候用砸龟也啊，站在那待定哦哇，大家讲话，然后开始慢慢的一些人退了，刷掉刷掉觉得不行,<對>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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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剩下两三个嘛，习惯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政党内部也要竞争，怕什么呢？ 那国民党好像不不不喜欢，就就不要竞争，最好大家都不竞争，最好我也同意啦。但是如果不行的时候，他也要选，他要选，那怎么办呢？那以桃园来讲，罗志祥我觉得也还好啦。为什么？罗志祥如果要在台北市选，台北市已经有蒋万安了嘛？哦，那桃园那个时候，国民党好像想他想要他到高雄了，但是他觉得到高雄，因为他在高雄选过议员，那个时候，那孩子什么都要搬家去高雄嘛。 那、呃、太太好像不不是很愿意，说要在还整个孩子要转学的呢。那桃园到底比较近哦，而且桃园事實上看不到台面有上有谁嘛。是，你现在知道桃园谁要选吗？好像<是>不知道嘛。是，哦，所以他率先发难。所以罗志祥选到，我就到桃园去嘛。是，这也很正常嘛。是，那好，那你党中央说我我已经有我的规划，不要你。那罗志祥也有他的支持者啊。 哦，成千上万的、几十万的支持者，他他不能说，党主席打个电话说：“哎、欸，你不要选了，好，我就退了。他”他他他也不要活了、啊，他怎么对他支持的？他后面怎么？對對對所以彼此要体谅嘛。是。那朱立伦是不是坏心？也不是嘛。朱立伦一定想桃园赢嘛。<是>朱立伦做过八年的桃园县长，他是党主席，他怎么不希望？他怎么不希望这个桃园赢回来？他当然希望，而且他们是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的。郑文灿，听说八年以前选完，他没有想到自己当选了，连胜选感言都没写啊。 他以为怎么怎么会当选呢？当选啊，所以选举的时候很难讲啊啊！民、哦、星的向背的时候很难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不应该像昨天，比如说国民党中央放话说：“我就是排除你羅強，罗志强公资被送上。”任何一个党员都有参选的资格嘛？是对不对？那罗志祥说，而且罗志祥也讲说：“如果你不提名，我就浮选嘛，也很有风度啊，对不对？”那讲出来了，那就大家各自去努力。 对不对？而且民进党现在中央蔡英文执政，地方郑文灿执政，民进党都没有提名，你国民党急什么？猜没了，对。我看你民进党先提谁嘛？对对对。对不对？你要提地方的郑文灿，呃，那个那个郑运鹏哦，然后郑宝清、黄世卓地方的，还是你要陈世中去空降桃园？不行，跨立安你要不要让他铁苗？你怎么决定？我就我我在看，我用什么来克你啊？他们都还没提名，你急什么？ 罗志祥表达就表达就是了嘛，反正五六月再提嘛。一长就叫叫哎，你说罗志祥民调很低，对不对？那你为为什么怕做民调呢？做一下就矛盾了哈。做他很低就叫他登基加格一啊。对对对。你民调这么低啊，对不对？那你又说他低，你又不做，那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我觉得不要怕了，真的不要怕竞争哦，竞争没有什么可怕的啦。所以你觉得总归是有觉得大家还是要公平啦、啊。 对，游戏规则一定要公平嘛，赢的很光荣，是输的福气，是，就是这样。不要像这样这样嘛，都讲一讲去。对了，你放坏直接就是瞧一瞧去这样。你协调嘛，协调不成，协调不成，定一个时间嘛。OK，那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公投，然后这个严清标，呃，他儿子选举，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市长，然后到风风雨雨国民党了，呃，这一年来，这一年多来。 那你觉得朱立仁做的怎么样？为什么让党内纷争这么多？是因为大家不服他，还是怎么样？以你一个国民党人来看，还是 hold 不住？还是不是？说实话了，实话，國,国民党主席是不好做了。是哦，阿大公，什么什么资源都没有嘛？啊啊，你你一个党，你没有资源嘛？啊、真的是没资源。刚借几哦，借几？郭董不是还借过三千万给国民党？郭董也骂国民党。哦，对啊，不管了，我就说，是，他没有资源，没有资源当然是。 比较难了啊、哦，比较难了哈、哦。那呃，所以对朱立伦来讲，我觉得我们也希望他做好嘛，啊、哦，希望他做好了。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对台湾也是个好事，并不是不好啊、哦。因为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民进党如果再这样一党独大下去，哇，你看那派派系分赃、派系争权，也是很可怕的、啊。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子吗？对不对？ 所以，一个有力的在野党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现在的媒体，媒体是监督执政党的。啊，今天媒体有哪一个监督执政党？你打开电视，从四十九到什么五十五十五十多台，几乎都是绿的，几乎都是绿的。哦，没有这样的媒体吗？媒体又不能监督执政党，你在野党再不能监督执政党，那台湾就完了。台这不是台湾之福，是是对台湾其实是不好，对民进党其实也是不好的。哦，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情况是是很困难了，那朱立伦当党主席也是很很为难了。我在这边也不愿意多讲，我是说，反正就支持他嘛，好好选二零二二2二零二二零二把它选好嘛，最重要嘛，<是>不要谈二零二四了。二零二二选不好，根本没有二零二四。二零二二选好都不一定有二零二四嘛，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去年公投，那赵大哥有去稍微念一下好友这件事情，人家说你是双标仔，嘿，我别讲嘛。 那那我我我特别带的资料，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一题。是是是，因为侯大哥跟我算交情算蛮好。的。对对，對我问一下，我跟他交情也不错啊。是是是,是哦。当时在雅户了，雅户做了一个标题，是哦，叫做侯友谊令人失望。哦，侯新北市长侯友谊现在成了蓝营最大战犯，这是雅户的。后来他发表声明，是,是他乱写道歉。小编哦说按照自己的意志写的。哦好,好,好，哦，雅虎哦。后来我还。 在脸书又发了一个文，就雅户可以找到雅户的这个小编的发文澄清。我还发了一个文，叫做“侯友谊不是战犯，我们丝毫不受民进党恶翼的挑拨。”哦，不是，我讲过我们什么什么战犯没有战犯了、啊，什么战犯呢？对不对？公投过了就过了。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立场嘛，哈。我觉得侯友谊做得很好，在新北市支持度也很高啊，也很高啊，哈。我跟他个人也也。 也蛮好，满身蛮蛮好的交情哦、喔，没有，嗯、他从来没有讲过，嗯，嗯而且我讲过说不要找战犯，哦，所以有时候小编你去看那个雅虎论坛，他小编有澄清啊，后来说是小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写的这样。好，我们刚刚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跟大哥聊一下，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要回归政治？政治赚的多还是媒体赚的多？当然媒体了，媒体赚的多，那你为什么要我？我我,我一直从年轻就强调一点。 要搞政治，不要搞钱；是要赚钱，就不要搞政治。是，这两个是冲突矛盾的嘛？你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放在一起就死了。你怎么可以又一面搞政治，一面搞钱？是，哦，不可以这样子的哦、喔。<是 S 2> 那不过当然说，所以说,說，因为我做媒体也做很久了，我从差不多做，了，我离开政界二十五年了，哦，也做媒体做了蛮蛮蛮久了，也也赚了一点钱了。说实话，呃，媒体还是比较好赚，还不错了哈、喔。 那尤其头几年媒体还在好的时候，<好的 S 1> 这几年媒体比较不好。对对对,對，哦、要转到一转到网络上。嗯、不过我还不错了哈、哦，所以但是我觉得人嘛，我刚跟你讲，我父母到台湾来的时候只带一个脸盆，我有今天全部是台湾给的，是哦，在台湾读书、台湾求学、台湾工作等等，都是台湾的哦。那衣食已经无虑了嘛，哦，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嘛。那我总觉得应该替台湾做一点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您未来的规划是，你愿意透露？未、哦、来规划，我就基本上我讲过，二零二四要选总统是确<確>定，嗯，当然不是你要选就能选啦。是是是,是。是是哦、大卫不以自取嘛。哦，比如说那，那那你希望国民党，你也是用国民党初选的方式，因为在二零一八一九年的时候，你知道郭台铭、韩国瑜，哇，韩国瑜，然后好多人出来，然后妈杀成这样，闹成这样。 然后你认为，真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杀成这样，这是正常的竞争那你民进党那时候赖清德跟蔡蔡英文也是很厉害，他们都有上我节目，都这这个必要的过程嘛？是是是，对不对？所以你也是到时候也是用，大家大叫竞争嘛？对对，我觉得能协调当然最好，协调不不了就是就是初选嘛，这没有什么，这很正常，不要怕初选嘛。我甚至都认为，如果我是今天不是国民党主席，我是国民党主席，我跟美国一样，跟你出选半一年。 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演讲、去投票，是是是,是，很累。免费的宣传呐，那本来你选举就是这样子嘛。对，我今天台北市办一场政见发表，然后台北市开票，媒体报不报道？要你国民党没钱做宣传，这是不是最好的宣传？明天到这个桃园市再办一场哦、喔。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州，哎，美国五十州这样办呢、欸。你台湾才几个县市，怕什么？对不对？本来就应该这样啊，加什么会没加。 但是二二年必须要先对了，对了，二年很重要嘛。今年要先赢嘛對，对。那二三年就要准备了對，对。他每年总统选举就是，当二二年一结束之后，就开始就进入白热化阶段對。对，因为二二年已经到年底了嘛。对对对对，然后二四年年初嘛，然后对，所以二三年是一个明年是一个关键点，关键对關對,对，所以不，我跟你讲，总统这种事情哦、喔，真的是哦、喔，许信良一辈子想选总统，是，有点没选。 你认为蔡英文有想到他会当总统吗？我相信绝对没有。陈水扁认为他会选上总统吗？一定也没有。市长连人都落选，是。所以命运的事情、政治的事情，日本人讲哦、喔，说一寸之前就是黑暗，我只能看到一寸之后都看不到。努力就是的，准备。我上你节目，为什么上你节目？也是准备啊，不是这样吗？是啦、啊，也是就是准备啊。啊很好啊，哦、准备让大家知道你的主张。该准备就准备嘛。但是。 是不是一定怎么样？那再说了，近期在我。好，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非常精彩哦，然后也表达了很多的意见，从国民党内部一直到年轻人的想法，一直到刚刚我们上次稍微稍微提一下啦。很可惜的是，四年前，我们我们我们讲白的？到二零二四四年前，他们提出来的八一八年、一九二零，到现二二年了嘛，他妈的已经过两年了嘛，所谓的。 最主要的，你刚刚讲出来就是年轻人的压力哦、喔，或者是说现在的人最大的压力，不生小孩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跟房市这个我觉得还是主打，不过刚刚你有讲到一部分哦、喔，那我觉得还是希望台湾无论是谁当总统啊，还是希望以这题为优先的、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节目上一直讲。那今天非常谢谢赵大哥哦，愿意来这边面对所有全国人。 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讲吗？一方面当然祝大家平安了哈，最近疫情又起来了哈，又起来，但是也不用紧张了哈，因为该打疫苗还是打嘛啊，就是说呃，尤其家里有年纪大的哦，长辈还是要要要蹲蹲请他们去打的哈，大家平安这最重要。那另外还是我讲的，台湾真是一个好的地方啊，大家要爱惜哈，台湾这个成就得来不易啊。 哦，成了，成就真的得来不易哈、喔。那其实不管哪一个政党，哦，怎么样以台湾的利益为优先，就是不管哪个政党都必须要考虑，怎么样台湾能够好，能够更好，让小老百姓有更好的日子过，我想这是最重要。OK，那我们在期待，因为赵大哥现在宣布要参选了嘛，然后他也从媒体人现在回归到政坛，那我们大家在期待一下我们赵大哥的表现。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那我们赵哥跟大家朋友说再见。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各位，谢谢观众，也谢谢馆长，谢谢，谢谢，谢谢。